我解决了，家里头，他开那破拖拉机给我寄黄的，给我媳妇就倒了。你那算啥呀？啊，我刚卸那么宝，天好心拿去晒去，拿车响，一脚油门把我那么宝造一个哭一哭了，不知道以为拿土炮崩的呢。你可拉倒吧，你那个破车都没有那纸值钱。咱说心里话，我那摩托车还刚沟里似的呢，花好几十修的。这整那叔好像我一点事儿没有似的。滴滴，滴滴滴，小红。滴。 三林总呢？叔，三林总，妈呀！妈，叔，叔，下来了，不是叔，怎么回事？是咋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不是你得告诉你是人吗？啊？那啥样人你心没数吗？我这个是丈人，我怎么会整啊？那不小没给我介绍的吗？说是对象，对象的，后来磕头拜把子了，整个都糊涂了。现在我咋整？我不管他是你对象还是你妈，你给我整走。 有能耐你去挣去呗，跟我喊啥呀？茉莉啊！哎呀，几点睡觉啊？有屋有房。走啥有？我回去吧啊！茉莉，别睡呀！几点呢？你让你屋……行行行行了，你赶紧走吧啊！能走，听见没？哎，好好好，我想招，想招。